电车呀！我这个卫生间呢是一物多用啊，可以洗澡，可以放货，放货这太方便了。用户是一大堆，哎呦我出去浪了两天，哎呦我的佛伯乐都不知道认不认识我了。佛伯乐，佛伯乐来，来来来，有你好东西了，看看，过来来来来来来，叫你还不过来，看看，给你买啥了？给你买条狗绳，我看好不好用啊？有这个就可以带你出去玩了，没这个的话不能带你出去玩。哎呀，不行了，会掉，还是再紧一点。尽量给你松一点啊，佛伯乐，它是不是已经调到最小了呀？怪我脖子太细了，只能这么样了，不行，你再用，尽量别弄掉啊。这是你第一个狗绳，下次弄一个不拴脖子的，好不好？看你嘚嘚嗖嗖的，第一次拴害怕吧？这是做哈尔滨红肠的，过两天我们自己做一个那个红肠的那个东西。那有钥匙，拿个锁头去。没有钥匙，要锁头干嘛？我说的是拿个刀，年纪大了，嘴都跟不上，不符合我29岁的气质啊。核桃，这玩意儿新疆的纸皮核桃，我们看是不是纸皮的啊？这玩意儿好像挺硬实。哎呦我去，这个绝对不是纸皮的，核桃夹子了。你看，人家说是纸皮的，但是可能人家也不好意思了，还给你送个夹子，估计你是捏不动。这比纸皮的是硬多了。我的手劲儿。哎呦我这手劲儿都不行，证明是挺硬。不用了，有了，好，还可以。核桃给老爸老妈补补脑。这是啥东西？书包，是我儿子带他出去玩吗？还可以背着汪汪，感觉好像汪汪在里面能宽敞吗？啊，也可以。过来，来，过来试一下，我再换换他。哎，这底板是这样的，有个底板就好了。来，进来，来，来，宝贝。哎呀，你这整的啥呀？不是尿啊，是尿啊，这尿咋整一尿啊？我天哪，怎么刚尿完尿呢？尿完尿你也不擦擦，你也是没这功能。去，进去。这个，到时候你的主人球球来了之后，哎，他就可以背着你去玩了，挺夸张的哇，比我想象的要宽敞，我还以为很小呢，不小啊、嗯。这去哪块不招人烦，不然你拎着抱着，你有小孩吓着人家，这东西。是吧？虽然这小子花了50块钱买条狗，给他买装备是不少花钱的。这啥呀？啊，这都是你的呀！啊，嗯，你的，看看去。先让我冷静冷静，看看你的狗食盆好不好？哎呦，就吓得嘚嗖的，不炖你啊，小胆儿！啊，苹果，我买的便宜苹果，这苹果不贵，很便宜，嗯，我质量也不咋样。买回来泡酒的，拿它准备泡这个白酒啊，泡了白酒过年就可以喝了。目前喜欢喝这种有点果味的酒，苹果酒泡酒没试过，做个实验。这啥蜡烛，看看过圣诞节了吗？把原来的库存都找出来了。气球，这等球球来就可以给它装扮一下这个小营地了。这盆给你的，我先试试好不好用啊。来看看你的新水瓶，别跑别跑，哪跑回来。不，这个不吓人，他这个狗胆很小，你拿点什么东西，不拿东西吧他也不怕，你拿点东西他就很怕，你知道，尤其他没见过的他就非常怕。我这嘚嘚嗖嗖的，你说，哎呀，不怕不怕，这是给你以后用喝水的，你看一下啊，我再给你看一下哈、啊、这儿呢，看到没，这水放上怎么用的，我先研究研究啊。这玩意儿满了它就停吗？我也不知道，第一次见。我也好奇呢，你好不好奇？好了好了，啊，摸摸摸摸，不怕不怕。这是你的小水吃饭的盆儿，你怕啥？你手里拿东西它就害怕。我是不是小时候被打过？我怀疑你。啊，好用，看、哎，停了，停了，看到没？这是你喝水的啊！来来来，不怕不怕不怕，过来来，别乱跑啊！这一松开绳子，嗖嗖跑。啊，喝水的，来试一下是水啊！试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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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是水。知道了吧，这是水哈，然后这边给你放吃的，我现在给你拿点吃的去啊。佛伯乐，哎呦我的神，好了好了啊。对，你看这是吃的是吧，那我们把吃的呢放到这里边，不怕，这就是你的小盆，看到没？哎，他怕这个东西，来拿过来吃，拿过来吃行吗？盆儿，哎，好，来来来，跟着来来来吃吃，哎，吃吃吃，你再吃一口，哎，他
怕这个造型，他这个造型，看他过来他就害怕，你看他就没事儿不怕，宝贝儿，这玩意儿都不可怕，来我这不去，来一点点，来一点，来来来来，吃，哎香香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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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香香香香香香，哎香香香香，来口来口，哎好来口，真香真香，往前走再走，看他就不来来来，宝贝儿没事不怕，哎没事儿，这是你喝水，来放这里，哎放这里吧，放这里来吃去吧，放这儿。吃，拿出来吃可以，啊，没事可以吃，这就是你的了，这就是你的，吃吧。哎呦，好，终于胜利了。对，你看小尾巴一晃它就行了，还有点嘚瑟，不怕宝贝儿，这个就是你的喝水的和吃饭的了，以后你有自己的，你看你的小餐桌是吧？我就暂且相信你吧。好，妈妈来，啊，吃，来，放这边，不怕啊。